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摄诸品》第十五。李长者的贺论。从第七不退住看起啊，我们先讲这个文那一段啊。不退住，对之大慈大悲，同行。舍身不圆满自在障，令圆满故。到这里是一段啊。这个长者为我们介绍，行为里面呢，断惑、清凉大师在。当位里面有解释，而长者呢，他们为我们介绍这个大经方式不太一样，长者。著作称之为宗经论，清凉大师是世经论，啊，按着经文一段一段一句一句为我们解释，而李长者呢，他是就这一品经，这一品里面的重要的意趣总的来给我们介绍两种各有长处，我们合在一起看，能够更深入啊，更清楚的体会佛说经的真实意义。华严讲行部，也讲圆融，41个阶级，这是行部，行。是行列，布是分布，也就是从前到现，这个位次清清楚楚，像我们念书一样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啊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，啊，清清楚楚。那么这个叫行部，他又说圆融啊，圆融是从
心得上说的。啊，心不不妨碍圆融，圆融也不妨碍心不。啊，在圆融里面讲一切一切。啊，正得一个位次，一切位次都在其中。啊，舍诸恒相是地，那么从初发心是在讲就是实性修满了啊，实性位是在四圣法界，啊，初住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禅宗里面所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教下所讲的呢叫大开圆解，啊，那净土宗里头所说的理一心不乱，啊，是这个境界。如果是思一心不乱呢，是实性位。理一心不乱呢，这就是入了初住了，啊，都是明心见性的，啊，见性成佛，这个位次了，啊，虽然明心见性的，但是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。啊，这是我们前面的学过很多。啊，从阿罗汉起。啊，这是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。啊，因为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有，是凡夫。六道凡夫啊。啊，人天皆位虽然也很清楚。啊，天有二十八层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妄想分别执着。越轻就往上升。越严重呢就往下堕落。啊，所以天人烦恼比我们轻。啊，但是他并不长智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是着了相，着了禅定的相。尤其是色界天跟无色天，无色界天啊，禅定里面那个境界好啊，有喜悦，所以禅悦。啊，他着了这个相呢，所以他不开智慧。啊，能够把这个舍掉，智慧就开了。啊，所以阿罗汉的定叫九次的定。啊，四禅八定这八个阶级，阿罗汉更高一层到第九层，把执着放弃了。啊，实际上我们能够想到阿罗汉跟非非想出天上那个定呢应该是相等的，一个就是还有执着，一个把执着放下了，啊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啊，执着放下了六道就没有了，啊，由此可知六道的根源为什么会有六道，因为你有执着，你没有执着六道就没有，啊，六道没有了，什么境界现前呢？就四圣法界现前了。四圣有四个阶级，啊，第一个是声闻，啊，我们称阿罗汉，就证得阿罗汉果了，啊，他执着放下了，但是
他有执着的习气。这是世尊在大乘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啊，阿罗汉有习气。如果习气断掉了啊，在四圣法界声闻法界里面，他的功夫就是要把习气断掉。习气真的断掉了，他就生了一劫了，啊，就是圆觉了，啊，辟支佛，啊，生一劫了，所以辟支佛执着的习气断了，但是他有分别，啊，分别断掉了。他就又升一级了，是菩萨啊。我们讲全教菩萨啊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啊。菩萨没有分别，但是有分别的习气啊，所以他在菩萨这个阶层里面要把分别的习气断掉。分别习气断掉之后呢，他就升级了十法界里面最高的佛法界啊。虽然佛法界里分别的习气都没有了啊，但是他又妄想啊，也就是无明啊。妄想是什么？起心动念，他还起心动念啊。起心动念断掉了，也就是讲无始无明断掉了，十法界没有了啊。所以十法界不是真的，跟六道一样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呢 啊。那这个时候什么境界现前呢？就是我们常讲的诸佛如来的报土，十报庄严土现前了的净土啊。那我们要记住，他虽然生到十报庄严土了，哎，无明断掉了。无明有没有习气呢？当然有，所以无明习气没断啊。无明习气可不容易断了啊，不像前面两种啊，啊，妄想分别粗啊，有对治的方法了啊。无明习气没有，为什么？他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啊。起心动念叫无明，不起心不动念了啊，十法界没有。无明习气没有法子断，你们想想看看，不起心不动念还有什么法子修啊？所以这个时候是任运自然，就是随他去了，慢慢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啊。所以古人对这个境界用个比喻，比喻得好啊，我们从这个比喻里的细心去体会啊。古人比的是什么叫习气啊？这譬如酒瓶陈酒的啊，酒的味道很浓，酒倒干净的确实没有了啊，里面用干的东西擦，擦得干干净净的，一滴也没有，闻闻有味道，那个味道叫习气。所以这个味道没法子断，哎，酒可以断，倒掉不就断掉了吗？啊，那个味道你就没办法了，你出不了，怎么办呢？盖子打开，放在那里，放个十天半个月，去闻一闻，淡了。啊，放它个半年去闻一闻，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是要时间的，在这个境界里面叫
无功用道。啊，古大德也说的是此处用不得力，你要想去断它，哦，麻烦来了，你的妄想起来了，啊，你分别执着又起来了，所以不能起心动念。啊，要多少时间才完全没有了呢？佛在经上说，三大阿僧祇劫，这个习气完全没有了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看到《华严经》里面这个行部里面所讲的41个阶级，我们就晓得了，这41个阶级全是讲的无明习气。啊，那无明习气里面，我们就晓得这一些法身菩萨，啊，分真即佛，他不是圆满的，他带着习气，啊，习气不妨碍，啊，他的智慧德能起作用的时候，跟究竟圆满那个佛没两样。也就是说，他也是自自然然，在十法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啊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，啊，众生有感，这个感呢，有时候有念的，有时候没有念。有念向我们求佛菩萨保佑，强烈的这个愿望，祈求佛菩萨保佑，这叫显感，很明显的，我来求佛菩萨，佛菩萨来应了。啊，佛菩萨应呢也有两种，一种显应，很明显。你见到了，他现身说法了，啊，另外一种叫敏应，就是暗中啊，哎，来加持你，你也看不到，也听不到，他真的帮助你，啊，像这些呢，你要是细心，可以体会到。我们遇到困难了，哎，突然之间，所以说柳暗花明，那这问题解决了，冥冥当中保佑，啊，学习经教在讲台上讲演呢，这种情形更多，啊，这就是佛菩萨加持，真的加持，他要不加持，怎么说得出来？啊，有时候说完之后自己都不晓得，再听听说的不错啊，说的很好啊，这是我说的吗？啊，确实佛加持的，啊，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，啊，这个事情常常有啊，啊，所以应呢有显应有明应，那么感呢？也是如此，有显，刚才说过了，显，啊，我们求佛菩萨，啊，还有一种呢，明感，我们没有求，哎，没有求有因，没有求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我们善根成熟了，自自然然它就起感应，啊。我们没心，这种事情确实很难体会。啊，到我看到江本胜博士的水试验的时候，我完全明白了。啊，那个水就像佛菩萨嘛。啊，我们用是这个心善心。啊，去感，
它就印。印的结晶非常美，我们用个恶念对它，啊，它也是感，印的那个结晶就很难看。啊，我们这个心里面没有起心动念，啊，但是那个爱心跟善意。啊，没有一个的哪一个特殊的对象，啊，这个爱心善意，逐渐逐渐的在增长啊，啊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，我们先讲磁场，哎呀，这个人坐在这个地方，这整个磁场不一样，啊，那讲像。冥冥当中的加持啊，啊，这种情形，如果我们要是细心呢，不难体会到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我很喜欢呢，跟张家大师坐在一起，一句话不说，享受他的磁场，啊，进入。他居住的那个范围之内，那感觉就不一样。啊，走进他小客厅里面，哎，你就感到非常安全，非常舒服。啊，给你这种感觉。啊，纵然一句话不说，这感受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有一年我在迈阿密啊，就是讲这个认识佛教啊，因为到迈阿密现这个讲堂里的现场一看，很多当地人美国人啊，同学们给我介绍，他们都是修行人。多半是学密的啊，我讲经他也不懂啊，虽然有翻译，也不能完全理解。有人就问他：“你听不懂，为什么天天来听？”他说：“这个地方的磁场好。”那听不懂也愿意每天到这儿来坐两个小时啊，他感受着不一样嘛啊，我们学佛的人啊，在一个环境很恶劣的时候，心地静下来，就得佛的加佛菩萨加持啊。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敏感呢，有敏应有显应啊，感应道交啊，是自然的啊，是性德自然起的作用啊，善恶通通都有感应啊，如果我们走向一个杀气很重的这个场合啊，或是你看到这个屠宰场啊，那个气氛不一样啊，或者看到说这个嗔恨心很重的人啊，傲慢、嗔恨
嫉妒很严重的人，他那个氛围就不好啊，你就感觉很明显的感觉到啊。以前李老师告诉我啊，他一生当中曾经见过两个人杀气很重啊，走进他那个氛围好像有点寒毛直竖，坐立不安。啊，有一个是叫冯玉祥，啊，抗战期间的，也是个军阀。啊，另外一个我记不得了，啊，杀气很重。啊，那么从这些地方呢，我们就能体会到啊，这个感应，感应是自然的，啊，不是强烈的，我们自己没有觉察到，实际上都有。心越清净，心越细，那这个感触就越多。啊，所以粗心大意不是没有，啊，是你的心不清净，你的妄念太多啊，所以你不能够发现啊，没有发觉到啊，这桩事情啊。所以心越清净，这定功越深的人啊，他就能够突破空间维持啊，能与一切众生呢起感应道交。那么这些呢不奇怪啊，我们现在晓得这是人的本能。我们曾经看到一本书，是一个报告，讲澳洲啊土著。啊，这些土著现在还有，人数少了，很少，啊，住在澳洲中心地区沙漠地带，他们过着原始人的生活，啊，不穿衣服的，啊，露宿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都在这个树底下。啊，澳洲政府也不错，对他们也很好，给他们盖了一些小房子，他们不住，小房子拿去做储藏食物。啊，他不习惯。啊，习惯着过野外的生活。啊，他们心清净，没有欲望。啊，所以我们说他是野蛮人，没开化的。哎，那他说我们这些人叫变种人。那我们的本能丧失太多了。啊，我们跟远方的朋友们联系，现在用手机。他们也看到了，哎，他笑我们用手机，而他们跟远方的朋友们这个接触的时候，他不需要，他用心灵感应，比我们厉害。啊，他只要说，在一个地方坐下来，心定下来，眼睛闭到，啊，这个。几十公里、几百公里以外的一些朋友，在那里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就看到，他就能跟他沟通。啊，那么这个境界，我们佛法里面讲天眼、天耳，哎呦，有了神通了，
他们说这是自然的，这是本能。啊，我们失掉了。啊，佛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能相信。我们的欲望太多，杂念太多，只要放下，能力就能恢复。啊，所以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出国须陀洹，华严经，摄性位里面出性位菩萨，他断正的、断烦恼的级别，跟小乘须陀洹相同。啊，也就是经教里面所说的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了，放下了。啊，这见惑是什么呢？啊，把它归纳起来，总的来讲，错误的见解。错误的见解，第一个是身业，啊，执着身体是我，这是第一个错误。第二个错误是边界，就是对立。啊，我们心里头跟人对立，啊，或者是事，或者是物，有对立的念头。啊，现在讲相对也。那第三种、第四种，我们一般讲成见。哎呀，某人成见很深。啊，成见两种，一种是因上的成见，一种是果上的成见。啊，末后一种叫邪见，就是凡是错误的看法，就包括这一类了。这些东西统统放下了，你就恢复两种能力，不大，不算太大，就是天眼、天耳。你就有能力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，比如说墙壁不能障碍你了。我们现在在11楼，我们往下看，底下10层楼，里面人在活动，你都能看清楚，没有障碍。出国就有这个能力，所以天眼开了，天耳开了，他们在那里说悄悄话，你也听得很清楚，就有这个能力，就恢复了。是六通啊，六种能力。本能呢，不稀奇啊！如果证到二果，在这个摄性位里面，二性的菩萨，那又加了两种能力了：他心通、虚命通。虚命通知道自己过去，知过去世的事情见到了，知道别人起心动念，他妄想，他知道了，妄想有相啊。所以他看见了。你想一个人，那个人的相会浮出来，就像做梦一样。你做梦，他能看到你在那里做梦，你在梦中干些什么，他都知道。有这两种能力。证得三果，你就能够飞行变化。
换一句说，到哪里去不需要要交通工具啊，你这心里想的时候神就到了，这有这个能力啊，能够分身，能够变化啊，像孙悟空七十二变，那七十二太小了，太少了，他的能力超过这个七十二啊，那能力啊，真的四果阿罗汉叫漏尽头，漏尽是见思烦恼断尽了，心的清净心。啊，所以由此可知啊，智慧的能呢，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。啊，真的，佛讲的话没错啊。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啊，就学佛。最重要的是放下。啊，这些经教学可以，不学也可以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求学啊，是好学。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啊，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为我们实现的，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啊，24岁。接受五祖传给他的衣钵，他就是第六代祖了。啊，看看他的经历，一天经没听过。啊，没学过。啊，禅堂一天也没去过。念佛堂一天也没去过。啊，五祖居然把衣钵给他了。啊，他在《坛经》上所讲的这个事情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他说与学不学没有关系。啊，关系呢，是你真的肯放下。他是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就是我们常讲的啊，他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他可以做到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是佛啊。起心动念不执着是阿罗汉，阿罗汉起心动念有分别，不执着，没有执着。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都没有了，是菩萨。啊，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这就成佛了。他是这么个境界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，那一年是30岁啊。六祖慧能大师在黄梅啊，也实现了大彻大悟，24岁这叫顿悟啊，顿超啊！啊，这属于圆融啊，都没有些不啊！啊，世尊跟释迦牟尼佛实现的都是顿超啊，一个是知识分子啊，广学多闻；一个是不认识字，他们证得的境界完全相同。啊，没有两样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经，
你只要念给慧能大师听，他就给你讲的头头是道。啊，那么这些视线表演我们虽然没有亲近啊，但是在书本里面所记载绝对不是假的啊，又何况慧能大师的肉身现在还在，啊，坛经不是伪造的，啊，没有人能造得出来，啊，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给我们做了证明，啊，三转法轮里头做正转，啊，证明什么呢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只要你肯放下，你就回归自信了。啊，回归自信是正道啊！我们舍不得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这是走了邪道。啊，这什么道？这是六道轮回呀！啊，妄想分别执着三样都具足啊，是六道轮回呀。走的是这个道啊！啊，我们真的把佛陀的教诲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那下一步用什么功呢？就是放下。啊，我26岁接触到佛法，很幸运的遇到张家大师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。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很快能够契入境界？啊，他告诉我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就契入了。啊，我当时听到这句话似懂非懂，啊！接着我又问了一句：“从哪里下手？”他告诉我：“布施，布施就是放下。”布施里面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为布施。虽然讲三种，总的来说，放下贪欲啊，佛教菩萨了，无量无边法门。要是把它归纳起来，就是一个布施。布施展开无量法门，无量法门归纳就是一个，所以那是根呐。啊，菩萨所修行的六大纲领的第一条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十波罗蜜，也是第一条。啊，谁能放下？
学佛的人很多，知道这桩事情的人不少啊。知道怎么样呢？放不下啊，还是有强烈的贪心啊，甚至有些学佛学得不错啊，世间名闻利养啊，五欲六尘放下了，最后怎么贪佛法，对佛法放不下，那不行。所以佛在般若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，法上印舍，何况非法，佛法不能贪呢。佛是叫你断贪心的，不是叫你换对象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佛说的是好。总的来说，佛法是缘生法，因缘生法。啊，那就不是真的。啊，佛法也是假的，你开悟了之后了，事法佛法都没有了。啊，佛法跟事法是相对而生的。啊，事法是迷嘛，从迷才有觉嘛，迷没有了，觉也没有了。啊，如果迷有了是迷，没有了还有个觉，那觉也是迷了。这就告诉我们，自性清净心里头啊，真的叫一尘不染呐、啊，无佛无众生呐、啊，啊，这个众生跟佛是相对而生的，啊，因为有众生才现出哦，众生若迷了叫众生，啊，不迷了叫佛，啊，你要是执着。啊，有个佛，你有迷了，被佛迷了。啊，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你才算是真正觉悟了。啊，说得最清楚。最圆满的确实是华严经啊，自古以来祖师大德这个推崇的是有道理、所以发心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，我们底下一品初发心功德品，啊，那么第二，二柱质地柱，地是心地，啊，所以这里面所讲的，通通都是无始无明习气。这是讲的悲心，我们中国古人所讲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这是心德。看到别人有灾难啊，自自然然的伸出援手去帮助他，没有任何条件的啊，小孩无知啊，看到他在玩耍还快掉到井里面去了，你自然就去，不会游泳，自自然然你去，你去把他拦住，把他拉回来这是悲心啊。啊，好事不能着想，
啊，那么菩萨大慈大悲也，还有极其微细的这个习气啊，就是起心动念的习气，实际上真的是自然感应啊，就像降本水师爷一样啊。那么这些习气在哪里断的？华严经上所说的立思练性的啊，菩萨应化在十法界，这是历史，在这个里头慢慢慢慢把这个习气淘汰干净了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真正的深深体会到佛菩萨的大慈大悲，啊，他表演出这些现象给我们看的，啊，在那么高的地位上，还要表演这些修行。啊，怎么样去断烦恼？怎么样去断习气？啊，他们真的已经没有了，表演给我们看，让我们在这里警觉到啊，自己有烦恼，有习气，应该向佛菩萨学习。啊，这些善行，你像慈悲这善行。不能起心动念啊！见到什么一定要做，不可以起心动念这才回归到自信。回归自信是做而无做，无做而做啊！做是感应啊，无作立相啊，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啊，要用即照两个字来讲也好讲，即而常照啊，即是不动啊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起啊，照是什么呢？外面你所遇的境界一个不漏，你都能够帮助众生啊，无论是什么样众生无论他造作什么样的行业啊，所受的什么样的果报，佛菩萨所实现的无非是帮助他救护，能救能回头好，不能救不能回头，阿赖耶识的落了种子，叫善根呐、啊，帮他种善根呐、啊，啊，五十三参在哪里？学佛的人读华严经，对善财童子很羡慕啊！哎呀，他运好啊，遇到那么多善知识，哎呀，我们自叹不如啊！其实这是表法的。啊，五十三参把我们社会上这些人分为五十三类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
不就是这个吗？那我们从早起来，你看大门一开，走进门外，不就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不都在面前吗？那就是五十三参啊，这是我们不会呀。所以大放光和华严经在哪里、啊、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，真的大放光和华严啊，活的啊。啊，依照大放光佛华严来过日子，你就是过的佛菩萨的日子了啊，那是究竟幸福美满的日子。你这门学问用世间话来说，世间只有言说，没有这个事实，真善美慧也啊，世间有这个名，没有实在啊，但是华严有，华严确实真善美慧啊。但是其实这个境界是不容易啊。障碍在哪里呢？障碍不在外面，在自己啊。什么障碍呢？放不下就是障碍啊。可是放也要知道从哪里放起啊。我的老师当年教我从布施下手啊。我学了这么多年，在华严经里面才看到佛说的三重障，恍然大悟啊。啊，我们进步为什么这么缓慢？